民进党籍国议员吴耀宏今日伫议会中指出，婚姻关系刷石头伫94年间都被命令停工，其中关系无好已经被强制停工，但是也有将近10间到目前为止也伫营业，令人怀疑是毋是有官商勾结。这应该9年前就该断水断电了，其他拢叫你断水断电啊、哦，为何目前要搁10间只个，要我都安尼？惊后壁问啊啥啦？百姓乱想呢？难道你有啥物苦衷吗？你们都该说什么工厂辅导法？你们的命令呢？在黄耀宏的追问下，建设处人员表示，对这个沙石头，因捌开过20000块的罚单。最后恁竟然哦，哈、啊，安那去动卡手，我唔知啊。哦，检调单位爱去彻查吼、哦，最难甲开20000块罚款，安尼了事哦。有这件代志无？有啊，无得。有开罚款。对。哈、哦。人去疏通的嘛，安尼超过多久啊？要10年啊、哦！什么叫依法执行？什么叫法令啊？黄耀宏随后佫指出，即几间沙石场唔呐涉嫌偷污沙石，而且佫违法掩埋自然废弃物。沙石场上严重啥呢？迄沙石场、迄沙石啊，其实可能拢乌去卖哦，然后足侪人去了废弃物啦。有毒无毒，万千个国，有恁都拢无咧执行啊，拢在你内底，无遐沙石乌起要做对啊，迄拢乌金呢。因为官府相关局处拢无表示要积极处理这件代志，而且佫一再替业者解释，态度暧昧，引起黄耀宏不满。黄耀宏最后要求警方是将本案移交检调单位调查清楚。记者余明伟采访报道。